请问他最喜欢的台湾啊，台湾曲，给一帮子。台湾的曲是五幺辉。雨の降るような咲いて。我的手机本来就跟你们唱台语。啊，我也是要加上一脚啊，要不然人家都以为我不知道。你会唱吗？你我打。他会吗？乌鸦飞，乌鸦飞，我心无在路的。风浪花季，迷离万岁，微笑露都不再回。秀萍啊，秀萍啊。我跟他拼了，我跟他拼了，等一下，没拼，拼到这里我就开始看，渐渐的看不起你了。来，音乐请下。乌鸦飞，乌鸦飞，秋风都吹落地，无人看见，美丽万载，回下了的。我拄啊听下来，底甲走两音尔，无简单，这么一波。我调工的啦，我猜啊，无惊我甲闭落去，你知无？后盖就不爱来了。啊，你就对啊啦。我曾经有食到你的卵吼。OK， 来配这型的。好了，我现在我很好奇，像我呢保养我的喉咙啊，我就是呢就是乱吃，吃辣的。你是用乱吃来保养？哎，对对对。啊，可以问他一下吗？他怎么样保养他的喉咙？いっぱい食べていっぱいお酒を飲んでいっぱい寝ることです。哦，就半杯啊，饮酒啦，哈，听我听啊。我有听到，sake。哎，我听。sake。多吃，多喝酒，多睡觉。哎呦。哇塞。其实你听到没有？就这么简单。Give me five。Me too。跟他是一样。哎，一样。跟他是一样。Go。啊 ，sake 吗 ？sake 吗 ？sake 哦，啊 ，sake 哦 ，Number One。那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每个地方都有它的文化，尤其是美食，不是？像这冲绳的可能跟霓虹又不大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介绍一下冲绳，如果我没有去冲绳的话，有什么可以介绍我的？除了你的歌声，当然是冲绳最好的。对啊，像我们台湾最有名的就是臭豆腐。那如果在冲绳，那你可以介绍。昌布鲁炒め物昌布鲁とか。好，再讲。冲绳呢，很喜欢吃炒的东西，譬如说炒苦瓜。哦，苦瓜。对，那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炒，所以他们很喜欢炒。那他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おそばも好きですね。沖縄そばとか。八重山的那个猪骨面。哦，最喜欢拉面，拉面嘛，是不是拉面？不算拉面，不太一样。对，他们是石垣岛的猪骨面，对。哦，所以大家有机会到那个冲绳，可以去。你说是什么地方？猪骨面。其实他妈妈就是卖这个。猪骨面哦，欢迎大家可以去。在什么地方？在冲绳的什么地方？もしよければ教えてください。巴沙诺瓦哈。石垣島で。哦，そうそうそう。那斯卡里米のお母さんのお店って言ったらすごく。そう。只要到冲绳啊，只要到石垣岛，说下川里美的店，大家就会带你去的。那如果你俩可以到冲绳，像爷名，里米上是吧？啊，你就知就人家就会告诉你在哪里了。哦。